封杀二字，很好笑，吓死人咩？脑海中是性暴力变态罪犯，用个 mouth gag 波波，连皮带嗰隻开着人的嘴不准发声，然后拿出大尖刀邪恶地玩电影触目惊心欲失杀人那莫多摩粗生杀大拳。听说要惊猪的蛋像所有经律笑片 retro 经律，你先不要惊，用冷幽默去看，会发觉那种杀有界事，识得笑其实好好笑。封杀二字很怀旧，很过时，很大妈，好娘系咪要好惊噶？咁我尖叫咯，不自量力地。很久以前的1997前后，我已率先封杀了自己，封杀了大陆市场。那些年广告业还很安定繁荣，有很多北上发展良机，个个争相上去开垦荒地，担凳仔，排头位，奋力做 first move， 希望他朝王未必会20岁多，幸运地投角初劳。当时我有不少北上机会，肯上去，国际公司重赏之下，级车级楼级司机级福利，创作总监，百万年薪等闲，其他职位也水涨船高。大家一窝蜂放弃香港，我抹去在回归后越来越艰难的年头。那边的草风光明媚，这边的流灾难古残颓垣断瓦，建华年代衰到贴地，没有最衰，只有更衰是后话。更多人更纷纷跳船北上，舍难取义，我继续留低是年少气盛，也是冇大志。我认为只有最点最有野心，或在香港唔掂的人，演员都是你懂的，才急不及待上去都不是我。我不喜欢再管我上网，限制我看外国电影，贪污猖獗，食品不安全，天女们母亲连拜祭子女都不准，几岁幼童在马路被撞到途人会视而不见，失救而死的地方生活人，除了工作更重要是生活。台湾歌手陈星说，我最不喜欢的三个字就是拼经济，应该要拼活着，为什么要离开挚爱亲朋去不喜欢的地方，就为了钱，钱够用就好。没有自由的国家，创作又会自由吗？信都笨招，我相信在香港一样可以赚取好生活，我相信自己和这个地方。更重要是中学时期被移民，父母替我选择放弃过香港一次，现在命运自决，又不是沦陷为稍要走，我不清高，放弃那些 expat package 是声誉都赤的，去新加坡的机会我都放弃过，大好青年被建制暴力变废的地方。 No thanks， 北上有成的广告人楼古万贯在神州住大屋上晒神台的大有人在，但我在香港食得好穿得暖，冇留有自由亦快乐。97前移民潮的洋酒广告说香港几好都有，点舍得走的人都走了，但就算香港在低潮是不是几好都有，我都不走，天大地大，没有我死何必当羊，在一群之中也要是黑色的。9999只之外唯一的，唯一一只迷途的羔羊，那只走自己路的黑羊，是有福的一条船，是否是怎要不要跳，自己决定，不是人跳我跳，又不是建制派的哈碌兵团。于是我上了何韵诗的船，他疑似被封杀，他也是黑羊疯狂总监遇着痴线歌手，他形容的我和他要做一些令香港更有力量的事。黑找我时我想，但我癫架和佢都是我和他一拍超合，想出了18种香港一个半年企划，由他出发重新创想这个地方。18不过是个象征，香港多元美丽，永远都快都新，都在寻找身份自由和价值，也一直在更新发展，蜕变出属于每一代香港人的精神和价值。中与西，新与旧，不同乡下的，不同信仰的，高雅的，街坊的，传统的，流行的，岭南的，殖民的，现代的，后现代的，社区的，民族的，不同源流的，集合又异例。陈冠中说，像我这样在这里长大的人，从海港看这一带，都觉震撼，屡看不厌。香港是惊人的精彩，是我们太多人的心底话。香港的精彩一定有很多种，何必动辄北上？香港生活太喧闹，纷扰得耳鸣，很多值得记住和赏味的人情和细问被忽略，
占为忙与其像电套亡命赶潮流，不停向外找刺激和满足，不如向内往自家的城市，好好的走走，找找他的气味，摸摸他的肌理，找内里的千万种情味，无限种可能性与其世界巡回唱，不如十八区巡游走一个歌手的价值，也有无限可能，超越红馆，不限歌唱经历了上几代的沧桑，近几年的动荡，更融和了烟与泪，血与汗，痛与脉，悲与喜化成肩壮。小岛其实在重新建构更多种面貌，十八区万家灯火，十八区千娇百媚，每一项里都有它的城市景观和都市神韵，不如不同人各施其职，种植出令这里更茁壮的信念。十八种是种类，也是种植，有机、多元、充满生命，欢迎更多演绎。基因是可持续性，近来潮语有离地运动退潮问，然后有一种选择是落地走走走，好香港这条路，任何一个人一个组织以为自己可以为如何然后找到答案，都是傲慢的，与其自以为是，不如好好耕作，找出这个城市的新细胞和旧营养，繁殖几百万人在我成一种家的感觉。我们会提出很多问题，和香港人一起思考，一起发掘，一起求索，一起拥抱我们永远爱不够的地方。我有很多痴线点子，难得他又肯一起点第一炮送暖到地铁，再有手机冇人性，不是闹交就是闹交的空间，为陌生人送微笑送温度。 Free Hugs 之外，我们玩 Free Buy， 不分红黄蓝绿，见人就摆，是小小打气。短片推出不足两周，收视近11万，其实你够真诚，香港人终于会明人与人之间的墙并非那么高，人生最大的安慰莫过于有令你奋斗和值得你奋斗的事。 Keep pushing or quit dreaming 是其中一种香港，我信不明电邮 But me now you who come 网页 HTTPS 斜线斜线 www.facebook.com 不明不明。